现在这时候凉快了，我家几个是39度，烧的呀，白天不能干活儿，也黑了，黑了还这么热，我去地里看看的啊，看看那一脚花生、红薯，看啥一样。是啥工作的？我给种的可到位了，是吧？管理的花生绿油油，谁要听妈妈。这地上花生几天没见，花生不真大了，长叔。哎呀，长叔苦的都干的吧？你看这地里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这地里，苦的，你看介啥，一说一蹦头也没掉事，你看。嗯，还真没。介啥，长叔苦这地。哎呀，再锄好几天。哎，当初拉一个了，那是猴儿菜，那是刺儿菜那个。看这会儿。你不要把话说大话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太大不如辣一个了。我家吃出了三天了，你人家别人都说，是晒车晒天，晒了晒老婆。我常说都是每天晒太阳出来，晒在那地里晒太阳出花生。你看这花生棒多大啊，常说比其他地那花生棒都大哎。是。嗯，开会来，这一下雨都结花生，哎呦，一个带长，你看。可少见的啊，这个东西。带上有啊。哦。现在地里都这个物件可少的见这个。在这山地看看，看到山药棒都辣味儿的。哎呦，前边那一片子那个一张哎。哦，这一片啊。喂，来，你看这个山药。嘿嘿嘿。不是，这都是那长树，就是这一大片都是这个样的长树。这一片你知道在哪来？这一片啊是，能量果山，知道呗？人家冬头好，西头好，当家这片不好家，是能量果山。长树，你是不是往这拉猪粪太大？这片？该是，这片猪粪大，把这片你看，这片是这里头，也见是这个。都是大伙儿栽的山呀，你看看。你看猪儿这片都像拉野地的猪儿，怪了，你看长叔你猪儿十分太大这是、嗯、你看这边那谁呀、啊、你看这片你还发现一个啥问题了，又挺栽的，长叔这栽点秘书，你看见长叔大栽倒了，这个一张不栽，这个秘书栽了，你说这为啥呀？这谁一张这不知道，猪儿这分人都是同样拉的，同一张施肥，同一张种田，你说这一批还在都长成这样，咱也不知道。像这个山药，它这个黑黄明拉是，你看见没？嗯。它都不摘谢都。嗯，就是。黄黄的它都不长。就是专家给解释这是怎么回事。这片要是没家山药了，这长一地草。有山药了，人家都把地筛叶了。这么的是冲个吃。冲个吃，人家还等着是不好找毛。叫叨叨叫看看啊！人家冲个吃，人家都咬断了，你不好找那个毛病了，不是冲个吃。那看是不是冲个咬的？冲个咬的都咬断了。你说这能结实啊？这能长起啊？长不起。这把籽儿厉害，喂了几天没见这深成这个样了，那两帮都长那破浪这么大了，都像拉味拉野地的。人家这边当起来一片都让整个黄黄的，跟个黑黄饼干似的。没有冲个腰的，你不要找毛病啊，那不是那毛病，那冲个腰子腰断了，咱没找那个，这都没腰断，你都瞎找毛病，这都是那种，这是土质过这种。你看土质过，咱这个也不是冲它，咱去年在这个地种花生嘞，一天栽的一亩亩一个仓的一样，又不是在卖人家一样，咱自己熏的一样。嗯，没事。这这是常熟管理的问题。可不是常熟管理的，这把是。是，这把是字儿嘞，是，这管理不到。哎呀，这你说这一长一地草，结实也不结实啊？再不说那个，你说长一地草，这该不着急啊？哎，这样吧，评论区叫家人们看看，谁又知道又想治这个山药黄黄的，就是往前走走也不长，跟要黑黄病那是，给咱在评论区说掉，咱想法把它治治看，还有那挽救余地的。能把碗救回来的估计是没有了，出那时候大小还差不多了。嗯，
你看这好地长历史都贵了，你看像那咱都拉野地了都快。嗯。